ketchup for the season this year. Dustin, just try hang there 10 seconds. I can definitely do 10 seconds. How about 20 seconds? Yeah. Okay, let's go. But you want to take off your... Honey? Okay, go Justin! I think 20 seconds. Ah! He looks like an athlete. You can't laugh. It's already 15. It's already 15! He's very calm. Yeah. You go! Do a follow your heart take, and then if we, and then we can refine it. Like in a Get junk food every day. 昨天晚上是 In and Out， 今天早上起来是 Chick-fil-A。Okay, go. 我在太阳底下，但是我又在躲太阳。小的那个 house tour， 然后今天是天气还不错的一天。Justin， 贾斯汀，嗨。然后这两天我们就是，去超市买了点东西。我觉得就是住 Airbnb 和酒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Airbnb 就比较像家，就比如说我们就可以买零食，买一些，我们喜欢吃的东西，乱七八糟。这里是一些 leftover 的蛋糕，然后牛奶、橙汁，然后葡萄。这是我们的客厅，我们每天晚上就在躺在这里看电视。我们外面就是海边，然后这是一个小厨房，我们的零食放在那里，然后买了一些 donut， 还有一个洗衣房。这边有点乱，然后这边有点乱，然后我们是有一个二楼，这边就是有两间房间，这间是 Justin 的，然后那间是 Tommy 的。然后他还给了瑜伽垫。Hello, Miss， 你在 working 吗？然后我跟 Shannon 就睡在这个床上，还挺
这个床超大，我们都碰不到对方 ，right？ 然后我们的房间也是面海，一个小镜子，这是我们最爱。等一下，我们等这几位朋友工作完，我们要去找一下 James Jean。上一次我们就去他的工作室，然后今天再去一次，然后我们去过午饭，吃完午饭我们就要 say 拜拜，然后我会去找朱老师拉拉琴，然后他说要带我 hiking，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 hiking， 但是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程。中午要吃什么我们还没有想好。哎，这是一个 J 人。A what? 你是一个 J 人啊。What is that? J. You end with J, right? Oh, yes, yes, yes. 就是很爱做计划，然后我曾经是 J 人，我现在是 P 人。老师，评价一下。好吃，好吃，不是好吃，这不是好吃。对，刚才藏起来，后来又进来。我是。虽然错了，但是他。我OK， 按了吗？按了。那怎么是歪的呢？等一下，初老师，你拉一下第一个衣服，对一下，然后再开始。第一个。OK， 再问一下。
我告诉你，真美好，而且这方面功法都对的，跟那个蚊子叮完以后，飞走一样，最后。